不会英文，不会马来文，但是我会写打字啊。当时还有打字机的呢嘛，现在没有了、啊。我就去写打字，去那开江那火哈也是在那边上面有打字的，我就写了三个月，哇，厉害了，会打字了。这样我就认真天天跟人讲，我要做 office， 我会做打字了，天天去跟人家讲，看到人就讲。是做铁筏的，烧焊的，烧铁，以前 很流行铁筏的，你知道吗？天天哪里都黑漆漆的，那个人在那烧的时候又带着黑的，所以就黑毛，黑毛就很多铁在那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来错地方了，又没有打字的，老板叫我开这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开哦，我是来打字的，我跟老板讲。他们讲没有打字的，我全部拿来写的，我你知道咯，全部才能面的嘛，那个 condition 拿来写的，还有写华文字的，你知道吗？我又不会哦，但是他有没有嫌弃我？他就是因为有一个 office 嘛，结果哦，我就在那边学第一次写字，我的老板跟我讲 ，OK， 你开这家店，我说好、哦，我不会开这哦，我真的不会开这，他用华文字来开的哦。我没有看过人家用法，以前可以用法文字来开这的，你知道吗？现在没有的，现在打嘛，现在没有了，现在 online 了，很厉害了，这么多年。像我不会，我说可以写英文的嘛，他说可以，我立刻回去哦，就立刻问我妹妹，我的妹妹小我一岁，她读着书，读到 form three， 我妹妹小我一岁嘛，她就叫我，我说你快点写一到一百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万一一百一千 eleven twelve， 全部写给我。我就拿着回去，第二天写，就是一个一个斗下去，把一个节做完。我在两个礼拜里，我就会写节了。所以这个路，我们的路是自己要跑出来的，不是一直要人带着我们。没有人教啊，怎样做？没有人教，每天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教我怎样做，没有，是你要不要做？结果我在那边待了三个月，因为我一直找工，给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这份工跟的意义也是。我立刻从百五块跳到三百五哦，为什么？原来是副线耳靠的，我又不明白什么叫副线耳靠。我的老板问我：“你会做耳靠吗？”我说：“会 ，debit credit。”我的老板又不会的，我以为 debit credit 就是为什么会呢？就是第一间老板他问我 ：“Mary， Mitchell， 你我今天我今天入借的时候，你都用蓝色笔写 debit 放下去 amount。”如果我出借的时候，你就拿红色的笔出，就变成别人，我就知道 debit credit 别人，我就以为是 account 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成为一个 account 了。我的老板也很刁人嘛，我真的是在那边，但是我一点都不会，我没有一样东西会，但是很好，因为我的老板不在 office， 这第二间呢是 wiring 的。早上一来到我的老板就带着那个火机上了他的那个铁的螺里，以前是铁的螺里的嘛，他们是拉电话的嘛，拉电线的嘛。我一个人哦，我心想哈，我来找老公的哦，现在我一个人在房间哦，跟讲过那边有几个黑马，这个一个黑马也没有哦，白马也没有哦。我心想我一定不可以在这边，我一定要走，我要因为我的目的来不是要做三百五十块钱的工。结果我老板不在，逼到我找工找不到，我没有办法，就在那边一直看那个以前的人做的 account， 那个 cash book 这么大本，只要这么厚，全部一大堆，没有 computer 啊，全部用手的。我天天看，天天看，天天没有事做，你一个人。结果我在六个月里面学完复式 account 了哦，会到完了哦，你看，真的哦，不是我厉害，我真的不厉害哦。就是你可天天去研究东西，东西就会出来。这个我会了，复习考完才去考，在 Gun 去考 LCC， 就是 London 的。
我从 LCC Elementary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还有 Higher 我考三个高中低我都拿到 distinction， 这个就是虽然我读到六年级我还有 LCC 的，这个我讲完了。好，现在我讲我怎样给我这个朋友骗了信耶稣。在还没有讲我骗了信耶稣的，我就是在这间做 account 的公司遇到我的白马王子，18岁，也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也是第一个男朋友，所以我现在有四个孩子，五个孙。这样，在我最好的时候，1998年、1999年的时候，20多年前，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每天来跟我讲耶稣，我心想我听，我都做得这么好，我的孩子、我的生活、我的事业都这么好，他来跟我讲耶稣，我哪里会要？因为我拜着的神是观音，是孙悟空。有一个东西拿着孙悟空，你知道吗？跟着那个大白公，你知道吗？有带着那个孙悟空，你知道吗？这个呢保佑我30、40，我已经40岁那时候，我没有理由啊，保佑我这么好，我的工作这么好，我的生活这么好，为什么我要改信耶稣？鬼佬来的吗？耶稣是鬼佬吗？所以我很生气，我很不喜欢他的。还有讲到我耶稣啊，会长短脚啊，你都可以弄好的。病了啊，又可以不用看医生了，我一点都不会相信，我觉得太夸张了，所以我心里很不开心。他每次来跟我讲耶稣，表面我是敷衍他笑笑，里面我是很讨厌的。当时，但是人就是这样，因为他来都太多次了，很烦很烦，我就想怎样把他嘴巴接了他。我说好，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我跟你去教会。我去了教会啊，我不要再讲耶稣了，可以吗？我问他，他听到我说要跟他去教会，很开心哦。他没有讲什么东西哦，很开心哦。就找一个礼拜天，我就跟他去了。当我去到教会，我第一次去，带着很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脸黑黑的去到那边，你明白吗？还有，不止脸黑黑哦，心里哦，你看哦，人很坏蛋的。我才6年级罢了嘛，我又没有读到大学。但是啊，我骨子里面哦很骄傲的，因为我赚很多钱嘛，我很骄傲的，我看不起在那个教会那些人的。为什么看不起啊？我看来看去那些人，我心想去教会的人哦，那时候啊，那时候的想法，20多年了，去教会的人啊，一定是吃了白粉的人才去教会的，或是生意失败的，或是婚姻失败的，或是病的人的。我什么都不是，我又有钱，我又好，我那里这个地方是我来的，都是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进到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唱歌的时候我很猜，唱歌的时候，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左边啊有个男的啊，跳上跳下，好像吃了白粉哦，跳上跳下哦。我心想哈、啊，就是啦，肯定是吃了白粉啦，我这心就要想人家了。跟着不大久的话，听到有人哭哦，又看到声音，听一下听一下，为什么呢？跳到这么开心，又有人哭的。我心想那个哭的一定给老公抛弃了。我这样想人家的，你知道吗？我很坏蛋的，我跟你讲，当时哦，没有人知道我心想什么。我知道今天我讲给大家听，所以我看不起教会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有钱，你明白吗？我真的很有钱。为什么？我有挂牌公司听。虽然我读到六年级，我跟我哥哥讲好了，突然就好了吗？牧师讲完道了吗？我就很开心，可以走了。我跟自己讲，我不会再来的。然后你知道，牧师说来来，前面全部来排上来，全部跑上来哦。所以我说我不要去，我的朋友就推我去了。推我去到好彩哦，我不在第一行哦，我在第三行哦。跟着事情就很奇怪的发生哦。我这个牧师，我看到那个牧师哦，就跟他们祷告祷告，那个手去到哪里啊？那个人就跌下去哦，去到这边又跌下去，那些人跌下去，你知道吗？我心想啊，什么地方？一哭又笑又跳，等一下又跌。我说哇，很邪哦，好邪哦，我这个地方。哎呦，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要走了，我还心里很肯定的说，
这个地方从此以后我不会来的，我很肯定的那时候。但是哦，在这两年里面，为了讲见证，我每一个礼拜在教会了。你看，人有时不要乱乱讲话，讲了的话，神就抓你啊！我跟你们讲，天天都在，每一个礼拜我都在教会分享神。好，这样我就想，好了，我跟他去了吗？我不会再给他骚扰我了，不会再烦我了吗？对不对？真的，两到三个月没有再找我了，我心想开心哦。那你知道有个傍晚哦，一个傍晚。拜六还是礼拜，他把牧师跟牧师母带来我的家，我死了，带来我的家一对一，不是很紧那个，我很怕了，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办法，已经到来我家了，我就 entertain 他一下，跟他谈一下。不多久，牧师说他也要走了，我满心开心的送他出门。但是很不幸，当我送他出门的时候，说：“美丽，来，我跟你祷告。”我最怕就是他讲这句话，为什么我怕？因为他手有电的嘛。我心想祷告这样子啊，我要匹配了，匹配什么？扎马博哦，不要跌倒嘛，你明白吗？我就扎马博看着他，他说你要关掉眼睛的时候，看要我关着眼睛哦，我就关着眼睛了，没有办法吗？我的心想我不可以跌啊，我不可以跌，一直讲不要跌。那牧师就讲，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好，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不要跌，不要跌。这个很开心，他说好，阿们，我知道阿们，我就没有跌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哦，好彩没有跌。我心想我没有跌我就很开心了咯。但是咯，我这个朋友骗了我信耶稣的朋友，带着牧师来的，跳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啦。我这样就成为了基督徒，我心很生气，很生气，我生气到极点了。因为我是给一个人一个好的朋友欺骗了，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信耶稣。我觉得信了信耶稣是很游戏的东西罢了，用嘴讲一下你就成为基督徒，我更看不起基督徒，这样子就成为基督徒吗？这样子我不承认，他怎么跟我说我都不承认，我说你讲是一回事，我不会承认。最后我这个朋友就是跟我讲，你不可以吃这个啊，不可以拿香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啊。哇，我更讨厌，我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当时我真的想打他了嘛。我的家里我是姐姐，没有一个信耶稣，我的婆婆中国来的一次信耶稣的，我婆婆以前每次跟我祷告，每次跟我们的大，因为我最大，跟我哥哥，整天把我跟我哥哥的名字放在祷告，我也不知道不明白，他没有带我们信主，没有，因为他那时候还蛮老了，我们还小，没有带过我们信主。我知道我婆婆是，所以哦，我们做婆婆做妈妈的祷告很真的，上帝会听祷告的。我婆婆这个祷告就把我作为做，上帝就把我抓住，把我做我们跟我哥哥做的生意就是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好，一个这么穷的一个家可以把它做起来，这个神的祷听祷告。这样哦，我这个朋友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们要学他。他一出我的家门哦，就打电话给我的弟弟妹妹，全部认识的，你的姐姐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讲。我心想我不会讲的，他不讲没有人知道的吧。结果根本都没有给你机会，他就讲了。我就接到我哥哥的电话了，我哥哥第一句就骂我，你怎样做人家姐姐？你信耶稣你要信到鬼鬼祟祟吗？需要吗？他问我，我就有口哑口无言了，你明白吗？怎样解释？解释不到，完全解释不到。谁？就给他骂了几句，就算了咯，你明白吗？他说你是姐姐，你要信耶稣，你要大大方方，不是鬼鬼祟祟。他讲这样子，我更讨厌我的朋友。我一想到我的朋友，我真的想打他。我哥哥又这样骂我，结果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不去教会啊。三个月，我不去教会。但是我的朋友，这个朋友很厉害，他每一个礼拜他就打电话给你，好像闹钟这样，叮叮叮叮打给你，时间到了就打给你，打给你。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真的有福了，跟你讲。那时我就当是灾难来的，我当时很烦的一个东西哦，哎呦，就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时间到了，我不敢接他电话。
但是你一直按这个电话不接不接，你越按你的手越怕，越按你就越怕。为什么怕？因为你怕我不去教会的话，这个教会的神会怎样审判我？我去了这个教会的话，我自己的神又怎样审判我？所以我就走在十字路上。我在十字路上呢，很彷徨三个月。我越来越辛苦，我越来越怕。怕什么？怕本来的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生意弄垮，把我的孩子弄生病，把自己弄什么一大堆东西，想到全部那个地方的东西，很怕很怕。因为我没有去教会，结果没有办法，我就在我求神，我的自己的神观音娘娘，我说：“观音娘娘，我一个礼拜最少哈24小时乘7天啊，整200个小时跟你一起嘛。”我可以不可以去教会一个半小时？因为我算了，去教会一个半小时就够了，最迟去最早回一个半就够了的。我算了的，我说去一个半可以吗？但是神没有答我哎，我常常没有答我们，没有答我的话，我通知你了啊，你就不要本来对我吗？对不对？我是这样子想罢了。现在我就来教会咯，我去了教会，你也不要本来对我，因为我要两边都要保佑我，两边都不要本来对我，所以我的心就安了。我从此以后，我的心就安了，我就拜两边神哦，你不要两头蛇哦，你知道吗？就两边神。但是在那教会没有多，应该是7、8次罢了。去了教会，刚才那首歌《恩典之路》，把我弄哭了。他讲一步又一步，我那突然间我哭了。原来一步一步拉着我的手，有爱的手，是这个神哦，好像哦，我突然间觉得无可思议哦。我觉得为什么会哭呢？我回来我立刻就查这个，我才查这个圣经是怎样来的，是为什么有这个神的，这个耶稣是讲的鬼佬来的、哦、我才查了好久一下，去书店查，以前没有电话没有得查的，因为你没有 YouTube 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这样方便，现在很方便，我就去书店去问人问问问，结果知道这本书这个圣经是有血有肉有血有汗有肉的有生命的一本历史书，我就很服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相信，但是我心还不死，我又去查我的观音跟我的那个虚鲁空，我去查虚鲁空根本没有这个人的，是一个预言来的，是故事来的，跟着我观音就有哦，观音我查了观音呢，我整个人破碎了啊，我整个接受不到啊！我拜了40年的观音，在我心目中这么慈祥、这么漂亮的观音，原来是男孩子来的哦，又是印度人哦，弄得我整个人很伤心，很伤心。我接受不到我拜的神是男的，我又不想承认自己拜错神，我就很闷闷不乐。但是这个又一本圣经又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最后我很割爱的，我忍心的，我就不要再拜观音，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成为基督徒，就去教会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拜他，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人，这个是有个真实的 proof， 真正是 proof 有来过，真的是一个创造者，所以就成为基督徒。但是我做了15年的基督徒，虽然我24年信了主，当因为我做了，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去教会唯一的就是我来了，你不要本来对我，你要祝福我。我11奉献我一定给，为什么？我怕给小了，他本来对我吗？我一定给他祝福的，所以你们还记得要给祝福哈，祝福就来了。其实跟着我没有去小组的。因为我刚才跟你们讲嘛，我的生命很坏蛋的，我看不起那些人的，因为太有钱了，有2间挂牌公司的嘛。结果扫地啊，没有扫过的，带人信主啊，慢慢等了。你明白吗？诶，我又可以给11奉献我，我又去教会，就是为了自己嘛，为了家人，为了我自己，没有为过人的，但是有帮人，我有帮人，你明白吗？这个原来都不是神要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这么这坏蛋就15年了，你想一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会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基督徒呢？就是这里，我2015年我去了东林读书，东林是在当时啊，我跟大家说，我当时啊，我是在
破产的边界。我的妹妹叫我去读书，我说我不要做牧师，为什么要去读这个什么神学？我都来做梦，我从今天我的声音就要垮了。那时候是等下我会讲回医院，医院要垮了，银行要来收我的医院，要收我的物资了。我说我没有心情读书，但是他一直烦我烦我，他知道我要，他知道我的品行，知道我的生命不好，他看到我骄傲，有时看到我讲话都不大好，他就一直叫我去。结果为了 entertain 我去了这个，我一去了这个教会，一去了第一天我就被我们的王一石牧师、王一成牧师感动了，我留下来读了三个月，我一生人改变，我以后这些日子我完全改变。来，我们看一下，我就是把这个经文，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看到那个了，你知道吗？这个神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已经给了我们，他不用你们，你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国是什么？他的国就是要大人要信主啊，要去祷告会啊，要晨祷啊，要把他的国越来越多人啊，要去小组啊，那个是他国。我没有做啊，我一个都没有做啊，十五年啊，一我哪里有做，我还是那个 行为不好，还爱脸，爱出风头，你明白吗？还有口是心非，我根本不是一个艺人。但是哦，很多人看不出我是口是心非的人，很多人看到我就觉得美丽你真的很好很好，每天帮人笑笑笑笑，全部假的，很多是假的，我跟你讲是要讨好人家罢了，没有讨好神的，就是这样。所以我看到喂，他已经给了我们，不是说你去做去做我才给你，没有啊，神说已经在那边了，你只要做，我就是这样罢了。我抓到那个乐了，我回来三个月后我就照他的方法做。好，在2015年嘛，现在我讲回2010年，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医院要卖亏100万一个月。我这个不是挂牌公司啊，我两间挂牌公司我哥哥管啊，我出来管我自己这个 training 公司哦，我一个月赚100万。你说我巴闭吗？好像用钱来呀、啊，讲我自己多巴闭了。以前是用这个方法，不是好像现在就觉得挂牌公司赚几千万的哦，这个又赚100万哦，自己的零用钱哦，那你可能去接管一个医院嘛，对不对？是开玩笑啊，我又不会英文，又不会马来文，又不会那些什么医学的东西，一靠不通，肯定不会去的嘛。但是呢，我又给我那个骗了我信耶稣的那个天使啊，她的老公的哦，他又来找我、哦。我这个达丁斯利美琳达真的很紧的哦，她老公做不到，因为她老公是谁呢嘛？张清信，就是现在的旅游部长。他很忙哦，他没有时间管哦。那时候他已经做部长了，他已经做国会议员了，他没有时间管这个医院哦，给马来人管哦。五年亏了6000万哦，6000万亏了呢。结果哦，你叫我来。他说他祷告看到我，他不相信六年级，他不知道我不可以。他老婆祷告看到我，就是打电话看到我，他就来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一路来不接他的电话，是因为他很长期的，一拿到这电话2个小时，所以我不接他电话。但那天哦，因为他太久没有听他的电话了，我就一个就是 entertain 他，接他的电话就中招了。哦、对了，我已经印证了，你接电话呢，你要接管这个医院。我只是当他是阿疯啊，你嘛讲一下罢了，我没有管他。他来真的哦，来我的 office 来载我 ，M 空莫载我的 office 来5分钟嘛，来在这个医院，他来我 office 载我，我就跟他来喽。好，我跟他来，我只是来看爽罢了，我不没有想都没有想过要丢啊。但是哦，我现在带你们去14年前这间医院。进去还没有进去之前，左右都是肮脏脏一条路，跟着进去就一个这样的医院，哪里像医院？你看，哪里像医院？一个 factory 来的改成医院，一很久的 factory 来的。我带你进去一楼，不是 ground floor， 我带你们进去 ground floor。现在我跟你讲哦 ，ground floor 哦，那个机器哦是全世界最好的机器，医 cancer 的，你的头脑不用开刀的。打了一射，你又不会痛的，你的瘤就会好了。
3000多万的那个机器，跟着哦，又有两架，又有三架，加起来只是机器就9000万 ，90 million。新新的我5年哦，好像用了几个月罢了哦，够力哦，我看不懂哦那东西，我知道很新很新。好，我们进一楼，一楼哦空的哦，二楼空的哦，三楼啊好彩，三楼有 clinic， 因为有医生嘛，有 clinic 咯。四楼空的哦，五楼空的哦，你说我会不会偷笑呢？我去到那边，我心里就笑他们了。我觉得这个医院一定会 bankrupt 的。有你看，你看过医院没有 water 吗？这个医院就没有 water 了，因为他们电疗就回家了哦，不用住了哦，化疗了就是寂寞了，也是回家的哦，不用住了哦，所以没有病房了哦。如果真的很 weak 哦，很惨哦，阿顺道咯，因为我们隔壁叫阿顺道嘛。所以原来一个医院啊，没有病房了，还有哦，没有开刀房了哦，医院，因为他没有做开刀手术的，反正只是化疗跟电疗罢了嘛。还有啊，叫个6年级的来做哦，你说开玩笑嘛？所以哪里可能？我今天在那边讲的东西是天方夜谭来的，这个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样我就根本没有想要做吗？我又这么骄傲，我又赚那么多钱，孩子这么好，我根本想都没有想，还赚得这么好。结果我回到家不能够睡觉3天，为什么不能够睡觉？一直想机器这么有这么大，机器这么好，这么全世界最好的机器，那个病人穷的人可以来医嘛？一直想到穷的人，那穷的人cancer 了，卖屋子，家里的孩子没有读书，一直看那些方面，看到好多好多方面，不能够睡，真的不能够睡。就到3天后，我就去找我的哥哥，我跟他讲，我说哥，我可能要 take over 一间医院。我的哥哥啊，很 drama 的，很 drama 的，你知道吗？他在那边看报纸，早上我在隔壁的，我们是隔壁住的吧。他在看报纸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哦，他听到我要拿 take over 一个医院的话呢，跳起来，那椅子就反过来了，很 drama 的，好像发生了很大件事情。连椅子就跌下来了，他说：“我讲客话先好不好？客话，客家话哈。”他说：“老妹，你们该心思都被挑哦。”他说：“你什么身份哦？你有没有镜子哦？有冇镜哦？拿只镜来照照，还冇镜拿盆水也得看水我他。”还有知道我6年级不能够，他说你没有镜子照你是什么样子，你拿瓶水哦，那个水照照也照得到你的脸呢。他讲，他你学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哪医院啊？医院你想开玩笑？哈佛大学什么大学回来都做不到，你去做？还有已经亏了6000万的医院。还有一句话我也不实行的，还有一句话弄到我实行，他说哦，你知道吗？你是院长啊，如果你医死了，你要坐牢了。他讲哦。我听到坐牢是，我就打屁了回家了。谁呀？当我跑路回家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哦，越想越不对哦，越不甘愿哦。我说医病的人是医生吗？为什么有坐牢的？医生坐牢还对嘛？对不对？我也给他吓跑了哎，我给我哥哥，我说他吓跑我了。结果我想回去，哎呀，算了啦，我就继续回家，没有再去跟他 argue。但是2天再不能够睡觉。就是圣灵在一直动工，一直给我看到那些人哭哭啼啼，一个 家人一个人 cancer， 全部在那边哭，每一天眨眼睛就在那边哭，一个没有书读，这个又没有钱。结果我又倒回去跟我哥哥说，这次我哥哥没有这样大反应，他只是那个眼睛挂着我这样子罢了。结果我跟他讲，我还是2天不能够睡觉。我说打地门人就讲，这是 calling。我的哥哥不是基督徒哦，他知道 calling 哦。他说：“哈，你的神 calling 你啊？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的神哦。”我说：“对 ，calling， 我知道他有反应吗？”啊，他讲：“如果你 calling 呢，你就要没有办法了，你的神抓你，你就要去了。”我的哥哥很诚心的，他信的神。结果他就答应我去，他不答应我去不敢去，因为钱在他那边两个人的嘛，不是我一个人的嘛，挂牌公司是他的嘛，也是。我不能够一个人做主的嘛，
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从2010年开始到2015年，刚才讲破产了。怎样破产呢？我用着我很骄傲的方法去做，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你知道我怎样做吗？ Hospital 是不可以打广告的，大家官知道的，不可以说啊有 free gift 啊，有做什么东西啊，多少钱，不可以的，不可以打医生很厉害的，不可以的。哦，所以我们的都关都不用打广告，那人排队这样，这是流量咯，因为买嘛生意他同在，所以不可以打广告。你知道我怎样做吗？我带着我的团队，那些那马来人、印度人 ，dispatch 我的 dispatch 啊，那些做什么，做那些板，好像这样子做到一个板，这个棍，去到巴沙巴基巴沙马拉 ，Bigger Hospital 谁有 cancer 免费医这样哦。免费医都没有人要来哦，你知道吗？人家还讲吹吹吹，不然你哪里有知道？你有免费没有钱的人可以来我们这里医，没有人知道。结果去巴沙马拉跟巴沙巴基，早上的巴基去跑了好久一下，几个月，医生讲我们什么，你知道吗？哪里有人做医院做到这么 cheap 的？我就用这个方法还是不顶，没有人来，什么方法就传过。我这个医院啊，有钱的人不会来，没有钱的人不敢来，对不对？一定的嘛，有钱人谁要来这边住？你都自己生 cancer 了，我还来医？你看什么 cancer？ skin cancer。所以最后就一直亏，跟着我跟你讲刚才嘛，全部空空空，其实它有的，有装修的，那个东西全部不是用在医院的，变成空了。结果我的哥哥很好，他去银行拿我们的 share， 因为我有挂牌公司，我有两间挂牌公司，拿他的 share 要去银行借了37个 million 给我装修，一层一层装修好了，两年，2013年装修到2015年头好了。给我警惕，我结果整个医院我又换完歪呀，不用紧了，又没有 insurance， 我哥哥再去借多1000万，一共差不多5000万银行，我的哥哥没有力量，他说老妹，我就来 bankrupt 了，还没力了，没有力了啊，就来 bankrupt 了。他说我觉得嘞，我觉得嘞，你的神有一点点问题，他讲。我说没有问题啊，我知道我这里不好，我知道我不敢讲什么。我说没有问题啊，我的神没有问题啊。他有啦，你的神一定有问题。他更大声跟我讲哦。我说什么问题？我小小声问他。他说你的神不是 calling 你吗？他讲 calling， 他说是啊，我说 calling 啊，为什么 calling 你会忘记给钱你的？天天要我拿钱，我现在要 bankrupt 了。他说你看我的哥哥。他是带着笑来讲的，没有很，但是他真的没有什么钱了。他说我再去压，没有的泻压了，因为我们的泻又不是很值钱，他讲了，因为我不收这个东西。结果就重新再换过整个医院，你明白吗？那时候我那一年2015年亏了17个 million， 那一年罢了，所以一共亏了1亿多，因为以前的人亏了6000万。我又亏了4000万，银行又借了5000万，因为5000万你们是装修，亏了的是工钱，所以我的身家完全是到谷底了。怎样到谷底呢？就是说我的房，我的屋子，我自己住的嘛，我就一间屋子嘛，我的孩子跟我住的，所以我的屋子压在银行了，
这个要在银行了，全部要在银行了，银行要收，因为没有人力在供的话，银行三个月六个月一直给信你的话，你没有人力供的话，他一定来收了嘛。所以我就打算找 apartment 搬家了，你就没有钱了嘛。但很奇怪的我，当我要搬的要很辛苦的时候啊，突然间会想到一样东西的我，上帝很奇怪的我，他知道我还有钱没有拿出来哦。他就突然间想到，喂，我55岁了哎，55岁是什么？55岁是可以拿 EPF 了，对不对 ？EPF， 原来我还有 EPF 的哦，所以钱哦，连 EPF 啊，上帝都不放过我，要我拿出来哦，厉害嘛！结果我那天生日，我是1月生日的，因为刚刚好要给 bonus， 要给很多东西，所以我1月20多号，我就在第一，我早上7点多。第一个人，我的司机载我在那个 EPF， 我是排第一的。那一天，立刻就把全部的钱捉出来还银行还债，300万呢，所以可以顶很久嘞，就顶到我，就没有来再追我，没有来追我，我就不用 bankrupt 了嘛，对不对？所以神会出手的，他知道你有钱，所以连 EPF 也没有，屋子也不用卖先，这样算了咯，就继续的。就去读书嘛，去读书嘛，刚才讲，就去读，才了解哦，自己多坏蛋，自己多没有那个什么，哎呦，真的是全部在读圣经里面，我才看清楚，才看圣求他的国和他的，我回来我就做了，那今天的语言很美的 ，OK， 好，我就回来，就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到哪里，他的祝福。他的祝福很多，我要学他祝福，怎样学？他去到哪里就放祷告祭坛嘛，祷告祭坛去到哪里，第二东西就把石头放下去谁的，那个就是祷告祭坛，家里有家里祷告祭坛，跟着我就回来，我也不会做哦，3个月了哦，我第一个来见的人就是我们的 Dr. 关哦，我知道他有祷告祭坛哦，那一天我来到哦，我就他又叫我进去他。clinic 里面坐出来做祷告祭坛哦，他的祷告祭坛怎样呢？原来是读经的人娘灵娘的哦，是不是？我到现在还是读经的人娘哎，跟你一模一样呢。我就抓稳哦，他的关这么好生意，他就又去医院，又去帮神家，我又好像要读的关这样子，就协助他喽。我祷告祭坛原来是这样喽，我就自己在医院一个人开始拿着 YouTube， 那时有 YouTube 了喽，是多。才几年前嘛 ，YouTube 唱3首歌，大大声唱唱唱唱，唱很开心，跟着静静的看看那个一个小时后，因为我看完的，我看完整个不像你们只是这样，我是看完整个一个小时后，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因为当时哦，我的 staff 每个都以为我一定是关门了的，因为已经很辛苦了，每一个以为我摔了哦，在里面又唱又跳，怎样没有声音哦出来哦，你明白吗？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管他怎样，我继续做。最后我把那些东林读书的同学啦、请人啦、是基督徒，就一个一个。现在我的祷告祭坛，我有好多祷告祭坛。我做了9年啊，我没有停过一次啊。我在马来西亚，或是我一定在祷告祭坛的，我带的。还有现在我已经训练了很多团队，他们带了不用我带，有10多个祷告祭坛来。除了祷告祭坛呢，我们每一个礼拜。2天我又写到懂得关的，就是弹吉他唱歌叫下人上来当时教会哦，我也是学到他，我就全部带 patient 上来，病人上来再唱歌，牧师讲道，变了整个好像是教会哦，听一下，这个是全部外劳来的，谁呢？ security guard， 那些 cleaner骗他们来，煮很好的东西给他吃，买最好的水给他们喝，给礼物他们，请这个牧这种尼泊尔的牧师来送圣经给他。每一个月做的，他们不得空，不能够每一天，其他都是每一天。这个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 ，COVID 最紧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你看我们锁着大门，锁着窗口，为什么？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这个小小的 container 里面就装了几十个人，每一天7点半啊，这个啊到9点，
因为太多人，你看那个圣经，在台上的圣经，每一个人一定要读圣经，读完圣经要分享，所以要九点半，七点半到九点，七点半到九点这个，就每一天哦，所做们就是因为怕普利塞抓，因为 COVID 是不可以聚会的，但是我们没有停过一天，没有聚会到今天为止。好，我还有马来文的，这个马来文是 Orang Asri， 不是马来人，不用担心 ，Orang Asri 来的，也是每一天一定要祷告后，晨祷后啊，谈读了圣经才可以放，才可以做工。这个是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日没有停的。还有这个，这个是这个叫做那种refugee 啊，就是好像什么啊 ，refugee 什么了啊？难民，对，这个难民全部没有工作。我们那时候我们去难民营啊，我们去了75个礼拜啊，我的医院啊，每一个礼拜去难民那边，医生跟牧师去给他们医病，全部免费的，因为他们很那个环境很糟糕的，厕所很肮脏脏，卫生很肮脏，他们很多病痛，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我们去了75个礼拜，那时候去难民营，就把这些人发出来，给他们成为基督徒，下面也是要什么？好，你看我们开会之前，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才开会，把开会的节目、开会的东西推给上帝去管，这样子。好，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我每一天早上，其中一个最多人的。每一天，因为位置太小，我们有200多个 staff， 只有华人的，马来人没有进来，因为我华语的，是我讲的，旁边位是我的，我自己拍的，拍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求他的国嘛，他的国就是怎样我们教人家信主嘛，认识主嘛，我做了他的东西嘛，啊，你看他怎样做我的东西了。这个是resort的，哦，啊。我除了每一天祷告呢，协助他呢，我要带人信主吗？因为我没有带人信主吗？结果我就带咯，我这个有 record 啊，全部有 record 的，我每一天都带人信主。几点呢？我每天放工6点到7点，我就上去我的 ward 跟他们谈天，偷他们的心。刚开始都是不敢跟他讲耶稣先的，偷他的心先的，偷完了明天后天才把耶稣介绍给他的，因为他们住几天的嘛，嗯。我们每一天都带很多人信主，这个是没有 record 没有在里面，所以这个我说说的。带了他们信主，哦，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教会，没有去过教会，也不认识牧师，怎么办？我们就帮他筹备追思礼，我就是那个追思礼的头，带着我的团队一个个追思礼去感动那些人，这个也是很好很好的见证。OK， 我们也有牧师，我也有牧师给全马来西亚的牧师有免费的体验，就是 screening 全部免费的。OK， 来我们看，这个2010年，当我接管这个医院的时候，刚才讲亏了1亿。这个时候，从2010年到2015年，是我的方法，刚才讲，我说我做给大家看，我的方法就是骄傲，看不起人，要赢。要自己好像很叻，怕人家不知道你有几叻，这样子就是不会上了，你看到吗？一个月哦，才做100万的生意，也要亏100万。第二个月也是还是亏着，最后亏到这边已经1亿多了。但是我2016年一回来，你看我走在神的后面做他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要你们走在神的后面。把自己把它放下，不要这样骄傲，不要好像我这样子爱脸，还没有到你讲你就抢着来讲，还没有什么东西你就 for show 给人家看，怕死人家不知道你有，不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把耶稣的爱放在心里，你就变了天天都开心，天天都爱人。神要我们爱不可爱的人，神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我们爱得下吗？只要你有心，有耶稣在里面，你一定爱得下，因为你没有我了，因为我们有我，
把弄到你很生气，那个我在里面。如果你没有我，你怎样生气呢？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的话，我的以前的我很多不开心，现在的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弄到我不开心，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对的，人家讲你对的，讲对你，你真的错了，你是活该，你是应该讲的。如果人家讲你冤枉你，不担心，你都没有做，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辩论？越描越黑，时间就可以把它神会跟我们伸冤，神讲的哦，他一定会跟你伸冤。有一天他看到，哦，原来我冤枉了他，好过你天天在那边讲，天天怕人家人不知道。所以两样东西，早上一早起来，带着感恩的心，哇，又一天又可以祝福人，又可以帮人，又可以，你的人生天天都这么美。所以你看，现在哦，我的医院是一天100 million 呢，你看，跑在神的。神的后面，我又没有什么做，我只是带人家祷告，我又很开心的唱歌哦。结果我真的以前的那个 doctor 哦不要来的，我就年纪嘛。现在 doctor 每个又进来了，很多病人要进来了，我都不明白，莫名其妙。所以神做工真的是神做工，这个医院今天做得到这么好，绝对不是我做起来的。我今天要这边澄清给大家知道。只要你像我这样把我拿掉，你的生命，你现在拥有的烦恼全部会跟我一样开开心心做神的工。你放给神，要相信他，要放手，不要放了又抓回来，放了又抓回来，一定要自己嘛，不用，你要相信这个神真的很真的。这个神我们帮了现在已经80 million 了，帮了那些穷人没有腰椅的，没有钱医病的，我们已经帮了80 million 了，还赚很多钱哦。结果哦，我2020年的时候，美国公司来买我的医院了嘛，他用多少钱来买的嘛？亏了一亿的医院哦。你看神说，他说你的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的，圣经讲的，他给我的东西，我心想，我这个医院亏了一亿哦，谁要来买哎？结果有人要来问哦，因为我做了2016年，我做了慢慢上嘛，刚刚好差不多要赚钱了嘛。2019年就来找我嘛，结果我的医院赚了几个米嘞，那时候他就之前哦，但是他不知道2020年啊 ，COVID 来哦，他以为 COVID 来我一定跌了，整个 market 啊医院都跌，只有别跟上到不清不楚，我都不明白哦，上到哦，你看。2021年、2022就上到200 million 了，你知道吗？200 million 啊！你想一下，赚多少钱，你知道吗？赚40多million 哦 ，PEO 13哦，变了。突然间哦，他们吓死他们哦，又他们也不相信哦。结果他以为我用300 million 可以买到我的公司，结果用了550 million 哦，变了。突然间我很有钱了哦，我卖一半哦。给他们啊，我拿来，我拿到2亿2000多万哦。我突然间很有钱，本来我说我要bankrupt了的嘛，你看神他们奇怪，你塞浪往你的东西呢，你不用担心哦。他给你的东西你没有想过的哦，我也没有想过我有这么有钱，但是我把这个钱5000万还了银行，我还有2亿，我用1亿给完全部的 staff 跟我的医生。我的医生跟 staff， 那个 staff、哦、那些 foreign workers、哦、刚才那个唱歌那些 foreign workers 拿到那钱这么大，全部在那边哭，没有看过这样多钱。神要我们分享，神要我们舍，因为你在医院做起来不是你一个人，所以我赶把医院还完给他们，剩下一亿。那个亿呢，我有11奉献、哦、我的11奉献是什么呢？ OK， 我不要讲这个急的，因为没有时间了，时间差不多到了，所以我要快。OK， 鸡的是应该讲鸡，因为 COVID 嘛，我要为了病人哦，我养鸡。不过这个鸡的说的很长，我不讲，因为我不会养鸡，我用了1年的时间，亏了1年，最后给我成功了。现在鸡养得很好，很好生意了，每一个人来我买我的鸡了。OK， 我们的鸡脚很美了，在当家。这个是我们的龙菜，全部我做给病人吃的，因为我要他们健康，我要不要他们啊？11奉献我就有买了这个 resort， 叫做 Beacon Resort。我这个 Beacon Resort 是很美的，真的有 hospital， 你看一下哈。11奉献25个米链哦，
因为我拿到200多个米勒嘛，11分钱是25个米勒，我用15个米勒来买这个地，再用10个米勒来装修，你们看一下，是教送给教会做 ADVD 的，不用钱的，你们全部来做，睡在那个房间没有交钱的，只给吃饭钱150多块罢了。有一个很美很美的河流，在我里面的 ，OK， 跟着呢有200多棵 organic 的榴莲树。真的很美，跟着这些房间有4种不同的房间，有这个房这种房间呢，这种房间呢里面那个厕所呢全部呢是看得到的，所以有猴子会偷看你们冲凉的。这个榻榻米咯，就是本式的。OK， 我们也有那个板屋的，我还有一个 family 的没有在里面。这个呢就是奉上给每一个教会。现在我满到明年，今年也满到完了，明年也差不多一放就满。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全部 OK 的，全部 OK 的哈，不是 OK 的，全部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有，它有5个不同的 hot spring， 从40度到30度。还有整个 checking， 还有海多金 spa， 还有这些全部都在里面都是可以用的。还有精油帮你做手的精油，大概这里的东西就是要11封信。还有如果那个教会有一些比较经济能力差的，他们的 family 不很多小孩子很多的，只要牧师说这个20个里面没有经济能力的，这班人完全免费。牧师跟师母每一年他们都可以进去一天两天一夜，完全不用给钱的。这个是我们送给因为是神的钱，所以我就这样子，今天我带来了送来了这个基金给大家。这个基金我是每一天都不够卖的，尤其是11月11号的那个，我们会卖几万盒的。但是我今天带来，我去到哪里我带到哪里，因为这个是这一包基金里面有1/4的鸡，这个基金里面完全没有加水的，没有加药材，什么都没有加的 ，purely 很纯的鸡精。你知道我怎样做这个基金吗？以前我在医院每一个病人都很弱，又吃不下饭，我就去买那马来鸡，种到来，放到那锅里面，一滴一滴的，一个那个马来鸡炖到才2碗哦，小小碗的，就这样的一个一个拿给病人吃，吃到病人一个一个好起来。所以呢，太多病人了，我炖几个都炖不完，每一天炖不完，还有很多病人吃不到，因为整百个病人嘛，炖不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一直去找科资，怎样可以把它装成这样。结果我在台湾拿到一个很好的科资，这个东西把它就是高温啊杀菌的，他们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高温杀菌了，完全很香很甜。小孩子不要吃，没有胃口吃饭，你把它倒在饭里给他一起喂他吃，你看着他健康起来。看着他了，因为什么？我们已经卖了3年4年了，每一个的 feedback 都好到不得了，所以很好卖。如果小孩子读书，他考试中学有昨天读了书很没有精神，看到无精打采，你放在热的水里面2分钟，打开它放在杯里面给他喝，你会看到他整天是不一样。老人家我们也要，为什么？老人家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不要给他退化，就是没有补力的，但是给他健康不要给他退化，所以老人家吃也好。所以如果有钱的呢，你一个礼拜吃2次咯，一个3次咯，每个天各天咯。如果没有钱的，一个礼拜吃1次也 OK。 所以一包差不多20块钱，1/4的鸡 OK， 就是我们的鸡，我们自己的鸡。我希望你们等下出的时候一人拿一包回去，弄热了开来吃，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不是来打广告的，因为我要送东西，好的东西送给大家。牧师呢，我有拿来2套在外面哈。所以今天我真的希望我在这边讲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真真实实神，是很真很真的神来的，不要开玩笑。他你想的东西没有想，他就给你了的。如果你做到公益，你是个艺人，如果你自己还没有成为艺人的话呢，今天把我拿掉。好像我已经我拿掉了，所以我希望我邀请今天我祝福大家啊，有神的看顾，神的神赐给大家平安健康啊。好，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你听到这个见证，真的是上帝的工作啊 ，Amen。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请示意上前来，那是真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这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如果是他不做这样，我看当天他要烦恼，很烦恼，因为公司亏钱，他不可以睡，但是他还可以唱歌，还可以侍奉上，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会增添你。这个也是发生在我的药房里面。我以前很忙很忙，啊，但是我忙得好，我没有外国的病人。就是当我在开始这场的时候，上帝叫我开这场，我这样开这场我都没有时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用牧师帮助我，但是过后上帝说你要自己来哦。很奇怪，当我开这场我没有时间吃饭十分钟，但是我一样顺服。我做的时候，上帝就开门，很多外国的病人来，尤其是印尼。大了，为什么？我虽然不会怀疑。